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，年仅9岁的林妙可红遍全球，并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上央视春晚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第6届奥林匹克文化节暨，担当央视六一儿童节主持人，以及近百个各类大型活动。长时间在荧幕上曝光的林妙可积累了大批的粉丝和极高的人气。近日，林妙可一家人到夏威夷度假，并在微信上传旅游照片。林妙可还发微博称，快乐的夏威夷旅游，可见玩得十分开心。照片中，林妙可身穿泳衣，身材变胖，尚未似长大，早已脱去了当年奥运会稚嫩可爱的样子，宛如少女一般。照片一经发布，便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网友直呼，这还是08年奥运会上的林妙可吗？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